破解之道。好，让这棒打成了左边方向的飞球，郑浩君跳起来没有办法接到，现在新农牛队要有分数的进账了，一分回来，郑达宏跟在后面也回来了，阿浪敲出了左边方向这个飞球哦，为牛队打下两分了，应该是平位球没有问题，没想到到他的位置后丢个钱的。就等到在发现的时候再往后退也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打出去的球啊，强而有力。我现在滚地球出现了，二雷手没有办法拦住。现在新农牛队有分数的进账了，这个球库力士也要秀一下他的镭射尖，这个球滑传回来 safe。维纳斯滑进了本垒，手触摸本垒板。嗯哼，滚地球确实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对。但是这个滚地球有长眼睛啊，滚那个林志平啊，球手套伸出去的过程啊，放的位置太高了一点，有多少度也他整理。温纳斯还先看了一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传回来，对，滑到旁边，这个球穿越出去形成安打了，在九局的上半，新农牛队率先上场的阿浪敲出了安打，阿浪。注意点，来，差不多从膝盖进来的球吗？对，